Hello， 大家早安。今天是228纪念日。然后我现在在米兰的大教堂广场，还不是很睡得很醒。这是米兰，大家说这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景点。唯一的一个景点，然后他们一直要拿饲料给我，喂那个喂鸽子，要拿饲料让我喂鸽子，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嘛。然后说要帮我拍照，可是我觉得他们等一下就要跟我收钱。好，这是米兰的大教堂，前面这个广场还蛮大的，然后可以看很多人在拍照。然后我昨天，这地方叫 Dome。C，然后，他们好烦哦。然后这是被号称为世界第三大教堂。别在 dome， C，dome， 别在 dome。C。Excuse me, do you want picture? I will give you within 1 minute. It's okay. No. Photo for you. 好，给我看他鸽子在这边拍。Look. No, it's video. Video. 然后这是世界，号称为世界第三大教堂。不过，据说它的影响力比那个西敏寺、科隆大教堂，还有那个巴黎的圣母院还要小。然后这是我从网络上看到的，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小在哪里。反正是天主教教堂，然后它四周就有很华丽的建筑。像这边应该是购物中心，我等一下过去看看。然后在广场上面人很多。我昨天晚上搭飞机到，我发现这里好多日本人。我住 hostel 超多日本人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这里也是有很多日本人。然后这个巴洛这个建筑就是因为它费时了两个世纪盖起来，所以它上面和下面的风格是不一样的。哦，据说有个地方有一个圣母像，但我在这边没有看到。OK， 然后晚一点要去 Verona， 就是朱丽叶的故乡，看到那个朱丽叶的窗户，我再拍照给大家看。OK， 好，拜拜。